帅哥姐们，你们看阿伟哥给我送的花呢，真的是不是很好看？帅哥姐们，你在说什么呢？阿姨，我先走了。啊，阿伟哥，你先不要走，我给你去，我去上面我家坐坐嘛，然后我给你做饭吃，可以吗？我不吃了，我还赶时间。对了，我给你做好吃的。你不是说不会做饭吗？哎呀，我现在什么都会了，我什么都会了呢。哦，你这个变得太好看了，这个花。不，你慢慢忙吧，我先回去了。你是不是觉得我阿紫姐姐不回来了，然后你就不开心了呢？没有，他们这不会，我先走了。啊，我跟那你们是不是我姐姐不来了，然后你就不来我们家看我们了？没有，我会来看你的啊。真的吗？那我等你，我在这里等你啊，明天。帅哥姐们，你们听到没有？哎，我跟头上还会来呢。哼，我姐姐不在，她会来呢。你看我长得这么漂亮，对不对？哼，眼睛还是亮晶晶的，对不对？你看，你们看，是不是很漂亮吗？帅哥姐们，哼，哎，我姑还说还会来呢。